据说当乒乓球被加速到超音速时，就能对人体造成致命伤害。难道小小的乒乓球真有这么大威力吗？为此，留言组决定将乒乓球加速到超音速，看它对人体究竟能有多大伤害。亚当和吉米首先用球拍进行了测试，正常人能将乒乓球加速到100公里每小时，而咱们中国运动员扣杀时能达到180公里，但距离音速还相差甚远。为此，亚当用真空泵和塑料管打造了一个空气炮，他将乒乓球放入管内的一端，并用胶带将两端密封，然后抽空里面的空气。实验时只要戳破后面的胶带，空气就会迅速涌入管内，只要后方的气压大于前方，乒乓球就会持续加速。这时亚当戳破了后方的胶带，乒乓球在强大的气压下飞速射出。之后他们对空气炮进行了改进，并将炮管增加到之前的2倍。经过测试，这次乒乓球的时速达到了600公里，尽管速度已经非常惊人，但还远没有达到实验的要求。那如果将炮管增加到24米，是否就能达到超音速呢？然而当亚当戳破胶带后，乒乓球竟然在出口处停了下来，因为炮管太长，导致空气渗透到了乒乓球的前面，从而平衡了压力差。但他们通过高速相机发现，乒乓球在9米处的速度是最快的，于是亚当锯掉了多余的炮管，并且在后方增加了一个高压舱，它能为炮管提供50万帕的压力，从而使乒乓球的速度变得更快。这次乒乓球的时速达到了恐怖的1246公里。下面他们来到试验场，决定扩大实验规模，看用46米的炮管发射乒乓球能造成多大的伤害。为此，亚当搭建了一个46米长的发射管，并且将后端的高压舱气压增加到345万帕。用胶带把炮管两端密封之后，他们抽掉了管子里的空气，一切准备就绪。吉米撬开了高压舱的阀门，就在一瞬间的功夫，乒乓球从46米外的出口飞速射出。虽然时速达到了1.4倍音速，但高速相机却显示乒乓球在出口之前就已经破碎了。为了保证射出的球完好无损，亚当将炮管的长度缩短至6米，并把气压降低到207万帕，再次进行实验。令人惊奇的是，这次乒乓球不仅没有破碎，而且速度比之前还要快，基本上达到了子弹出膛的速度。那么在这种高速下，乒乓球到底有多大的杀伤力呢？这时亚当将一个乒乓球拍固定在炮管前，然后再次打开阀门，巨大的压力将乒乓球以超音速射出，瞬间就将球拍击穿一个洞。为了测试乒乓球对人体的伤害有多大，亚当捡来一个不要钱的猪屁股，看乒乓球能否将其击穿。随着乒乓球的发射，猪屁股直接被击倒在了地上，并且造成了一个3.8厘米深的伤口。而通过高速相机可以看到，强大的冲击力使皮肉产生了分离，虽然没有子弹致命的威力，但如果击中人体的话，估计会有点疼，所以没事千万不要在家尝试。据说驾驶气垫船就能安全穿越雷区，并且在电影《红灯区》中，成龙为了救下小女孩惨遭气垫船碾压，但他爬起来后却依然健步如飞，因为大面积的气垫能分散船身的重量。可重达几百公斤的气垫船真的不会触发地雷吗？为了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，留言组决定亲自驾驶气垫船穿越雷区。于是他们自掏腰包买了一艘全新的二手气垫船，并来到湖面开始练习驾驶技术。而这对于两个老司机来说完全是小儿科，等熟练陆地漂移的技术之后，接下来他们就能展开测试了。但由于保险公司不让他们用真地雷进行实验，所以他们只能自己制作仿真地雷。亚当将压力传感器改装成了可调节的触发装置，一旦实验中检测到压力大于设定的数值，装置就会发出控制爆炸的信号。而吉米则用水管制作了代替炸药的空气炮，当他接收到触发装置的信号时，炮筒内的高压空气就会瞬间喷出，从而实现安全的爆炸效果。为了测试仿真地雷的爆炸性能，亚当往炮筒灌入了碎石和玻璃碴子，随后他们引爆了空气炮，壮观的爆炸效果让两人非常满意。之后他们来到了空旷的实验场地，并选定了一块15×3米的区域作为雷区，同时他们计划在这块区域内沿着 S 型路线铺设地雷，因为这样就能保证气垫船在通过雷区时尽可能接触更多的地雷。可这样气垫船还能安全通过雷区吗？接下来他们开始了正式实验。下面吉米在机器的帮助下沿着计划的线路开始挖雷坑，而亚当则拿出事先准备好的仿真地雷，并连接好上面的控制线路，以便能在测试的时候调整触发的压力大小。等所有地雷全部铺设好之后，他们往炮筒内灌入了面粉和碎玻璃。而为了测试仿真地雷的爆炸效果，爆破专家将触发阈值设置为16公斤，然后亚当蒙着眼睛闯进了雷区。并且每颗被踩中的地雷都能被安全引爆。之后他们将触发压力提高到了136公斤，同时吉米驾驶汽车进行对照实验，结果如预想的一样，所有被压到的地雷全部发生了爆炸。那如果换成500斤的气垫船，又能否引爆地雷呢？接下来吉米驾驶气垫船向着雷区冲了过去，尽管船体压过了大多数地雷，但没有一个发生了爆炸。紧接着他们将地雷设置成反步兵模式，并且亚当还在中间进行了来回碾压，以给地雷更多的反应时间。可这次气垫船依然毫发无伤通过了雷区。
为了测试气垫船防雷的极限值，他们最终将触发压力调整为2公斤，这样只需一个手指就能轻松将地雷引爆。可这次能否安全通过雷区呢？而测试的结果让人大跌眼镜，虽然气垫船加上吉米的重量已经超过阈值的120倍，但地雷依然没有任何反应。这是因为气垫船与地面的接触面积达到6.4平方米，以至于分散在每个地雷上的压力仅有27克，所以气垫船是可以安全通过雷区的。据说如果有手榴弹在你身边爆炸时，只要卧倒在地上就能逃过一劫，因为手榴弹爆炸的碎片都是向上并且向外发射，所以贴近地面就会形成一个安全区。事实真的是这样的吗？为此，留言组来到了爆破试验场，在这里他们将用手榴弹进行爆破实验。而在测试弹片伤害之前，他们首先需要测试手榴弹的冲击波范围，因为在致命范围内，即使没有受到弹片伤害也必死无疑。这种压力传感器能承受517千帕的压力，当冲击波的压力大于这个数值时，膜片就会破裂，也就意味着人会当场开席。凯莉将10个传感器按照每0.3米分布在爆炸中心周围，为确保实验的安全，本次实验将采用远程控制的方式引爆手榴弹。所有准备做好之后，专家将手榴弹放在爆破中心，然后托瑞在安全屋按下了起爆按钮。In 3, 2, 1, fire！通过检查发现1.5米内的膜片全部损坏，而1.8米处却完好无损，也就是说手榴弹的冲击波致死范围为1.5米。接下来他们开始测试爆炸弹片的分布轨迹，看贴近地面的位置是否存在安全区域。下面留言组在爆炸点 1.5 米处放置了一圈木板，红色区域代表人在卧倒的位置，当手榴弹爆炸时，弹片将在木板上留下弹孔，如果红色木板没有弹孔则表示为安全区域。最后他们又在顶上放置一块塑料板，以便全方位了解弹片的分布，为对比不同手榴弹的杀伤效果，本次实验将用2种不同年代的手榴弹进行测试。虽然它们形状不同，但内部都有无数细小弹片，在爆炸时将以22000英尺每秒的速度射出。首先测试的是中世纪的波罗手榴弹。一切准备就绪之后，所有人躲在安全屋。随着一声巨响，无数碎片向周围四散开来，不管是上方的塑料板还是木板都已经千疮百孔，而下面的红色区域也没能幸免。接下来他们重新更换了木板，并在中心点放置一颗现代的棒球手榴弹，然后凯莉按下了起爆按钮。这次的威力明显比之前的大很多，木板上的弹孔更密集，但通过弹孔数量对比发现，红色区域的弹片密集度相对较低，所以虽然卧倒并不能幸免于难，但在紧急情况下这依然是最好的选择。本次实验极其危险，请大家不要模仿。据说请人清理搅拌车里附着的水泥需要花费上万元，但如果用炸药就能瞬间清理干净，难道炸药不会将车辆炸毁吗？为了验证这个说法，留言组来到了当地的水泥公司，希望买一辆报废的搅拌车进行实验。经过一番讨价还价，最后老板愿意每辆车倒贴200美元来交个朋友。考虑到实验可能需要多次完成，亚当大手一挥，含泪买下了4辆状态相对较好的搅拌车。有了实验道具之后，他们首先要将第一辆的搅拌桶内壁覆上水泥，但由于机械故障，等第二天水泥凝固后，他们发现已经装满了半桶。为了保证爆炸的安全性，本次实验将在爆破场进行，并且由专业爆破员操作。因为不清楚需要的火药当量，专家建议先从威力较小的樱桃炮弹开始实验。连接上远程控制电缆之后，专家在远处按下了引爆按钮。Blast danger! 3, 2, 1。这样的动静还不如你们放的一个屁，显然对里面的水泥来说就像挠痒痒。紧接着专家升级了火力，这次将用一枚 M80 炸弹进行实验。它是美军模拟爆炸使用的一种鞭炮，威力是樱桃炮弹的好几倍。3, 2, 1。然而水泥依旧对它无动于衷。经过多次爆破失败之后，吉米要求直接上大家伙，于是专家决定使用1磅的黑火药进行爆破实验。它又能否将水泥震落下来呢？ 3, 2, 1。这次爆炸的观感要比之前好多了，搅拌车发生了剧烈的晃动，强大的火焰和烟雾从洞口喷出，搅拌桶内壁的水泥也被炸下来不少，但底下的一层依旧很坚挺。留言组认为是因为里面的水泥太厚，小剂量的爆炸无法对它产生影响，毕竟正常情况下不会堆积这么厚的水泥。于是他们拖来了第二辆搅拌车，里面水泥厚度刚好满足实验要求。那么如果用炸药炸正常厚度的搅拌车，里面的水泥又能否被清理干净呢？这次他们决定用 1.5 磅的高爆炸药进行实验。 3, 2, 1。随着一声巨响，搅拌车后面的钢门喷出大量烟尘，但打开搅拌桶却发现，虽然里面很多水泥都被震了下来，但并没有一次性清理掉所有水泥。而如果加大炸药的剂量的话，在不考虑对搅拌车损伤的情况下，是可以将里面的水泥清理掉。而在实验的最后，吉米还有个疯狂的想法，如果将搅拌车里装满高爆炸药，爆炸效果会是怎样的呢？于是他们将另一辆搅拌车搬到了采石场，
接下来将在这里制造一场巨大的爆炸。而为了实验的万无一失， FBI 医护人员、消防队、警局以及爆破专家共同制定了实验计划，并封锁了周围的所有公路。随后一辆满载高爆炸药的卡车来到实验现场，在 FBI 专员的全程监督下，工作人员将整整850磅炸药全部塞进搅拌桶。爆破专家表示，这次爆炸产生的金属碎片如同子弹，杀伤半径达到了1英里。所有准备就绪之后，空中响起了防空警报，工作人员全部撤离到 1.6 英里外的观光台。为了各位老铁的安全，请大家在距离手机1英里以外观看。巨大的爆炸声吓得吉米虎躯一震，而爆炸中心的搅拌车连渣都不剩，就连远处的摄像机也难逃魔爪。如此危险的实验，请大家切勿模仿。